强。现在写段子的尺度都这么大了吗？哇、怎么说？有一个经理对他的秘书评论他的文章说，你的上面两点很突出、中间平平、下面漏洞很大，晚上来我的办公室，我帮你加一条进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听懂了没有？你脱不了了。听懂的都是老司机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还有一个，他说，一老头乘公交去高潮村办事，划重点。途中问女服务员，高潮到了没？女服务员说还没呢。一会儿他又问。高潮到了没？服务员说：“糟老头子急什么？高潮到了我会叫的。”这能过吗？过不了。我去，等一下被处罚了怎么办？